要去云仙乐园，很大哎，而且还蛮新的，好高啊，吓死了！刚从那么低的地方要搭上来。来了，没办法，就要打缆车了。赖爸说今天要去云仙乐园，你有看到吗？在就是最高那里耶，然后没办法，能搭缆车上去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还蛮多家庭的，应该不会有安全的问题，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缆车看起来旧旧很恐怖哎。这个票价是全票220，3岁以上150。哇，缆车来了，很大哎，而且还蛮新的，比我想象中。应该票都会是这边。哎，你要不要到最前面去？前面有透明的啊，前面有。我们到云仙了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新很多哎。我以为是那种很生锈到不行的那种，害我很害怕。好，开始了，有点快哎。好高，吓死了！好可怕哎。哦，你看这里，这里啊，透明的，啊，会不会害怕？好凉快哦！我刚从那么低的地方要搭上来，这边可以拍一部那个，可能要。好美哦，那边好漂亮。看一下风景，其实还蛮漂亮的，因为这边都是山呐、啊。可是真的有惧高症的人会怕。好可怕！啊，你看有人在划船，你看到？就是在这里。啊，你看，好可怕！好好，你不要玩，真的会掉下去。哇，一样啊，没有，我们在船上。我觉得这一趟旅程有点像是百战百胜吧，它完全就是蛮多惊悚的行程。准备解放过度，我们要在好可怕、啊！我们准备要到这边有一条鱼，其实这边很多鱼耶。有云仙饭店呢，感觉好像蛮漂亮的，比我想象中的好像都有在建设过。
还去看表演的，它很漂亮。我们在溪里玩，应该算是蛮安全的。好舒服哦，这里我超喜欢。之前会觉得就是这个云仙乐园是一个很老旧然后没什么规划的地方，就没想到还比我想象中新很多，而且它的缆车是非常新的那种，然后游园里面还蛮干净的，然后也会有表演啊，然后卖吃的喝的跟一些小朋友可以玩的东西还蛮多的，还有大人玩的东西，我觉得蛮适合带小朋友来走一走的。两年前的，就是它从这么久以前就开始了，然后一直改良。对，那从它一直改良，从一年。